你别介，陈师傅，你没介。你爹叫他们。陈师傅，叶老板你好。女孩子，花拳绣腿。阿文，不要乱说话。这种咏春拳是五梅师太所创，胜在以柔克刚。陈师傅桃李满门，可喜可贺呀。叶先生，听说你常去香港办货，生意兴隆啊。啊，对了。 我叫人拿租金给你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你把桑园便宜租给我们，我还没报答你呢。其实呢，你想报答我也不难。阿文，哎，爹。这个呢，是我的幼子，叫叶问，是我和太太亲生的。天赐，爹。这个呢，是我收养了一年多的义子，叫天赐。 我今天带他们来，是要找一个厉害的师傅。找师傅？对呀，他们两个很喜欢学功夫。师傅喝茶。 你两个今天入门，要记住本门训示，学武要正宗，行事要正直，为人要正心。知道了，师傅。阿文，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学功夫吗？全国里有很多师兄陪你玩，爹要去香港做生意嘛。爹，你万事要小心。啊，哎，天赐，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啊。 爹，我会的。爹，师傅，该喝药了，放下吧。 进步了，啊！你们要记住，心法正宗，自然手法正宗，逢手必闻，攻无不克。咏春的精髓在于追影不追手，重心不重眼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师傅。
天赐，天赐，醒醒！你做噩梦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其实我也很饿。找遍了都没有可吃的。两只大老鼠，都得出来偷东西吃。要是被师傅发现了，你就死定了。不是，不是他偷的，是我偷的。是我偷的，不是偷。嘘，你们两个小声点。看在你请我吃过太妃糖的份上，我就帮帮你们吧。给你。油条为什么总是一对的？如果一根油条有三边就刚刚好了。那，师傅，喝这碗吧，这碗刚煎好。我见师傅忙，如果料凉了再煎没有好处。仲素，你忠孝两全，将来全快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叶问悟性很高，是学武之才，将来我不在了，你要细心栽培他。那去照顾他们吧。